接下来要介绍就是物质三态，固态、固态、液态、气态，这一般都这样讲。简单这样说，有些专门的学派讲这种不同的说法，不要理他，反正就是固态、液态、气态的三态，物质三态、固态、液态、气态。然后三态有些不同的状况，好，基本上固体就是东西都卡得死死的，因为卡得死死的，所以呢体积是固定的，形状也是固定的。所以固体有一定的体积，也有一定的形状，都卡得死死的，好，全部都抓得好牢牢的。然后呢，变成液体的时候，就开始比较能够动，活动的空间会变大，就是好像那个项链啊，这样稍微搓一搓、摇一摇、晃一晃的样子，就可以这样搓一搓、摇一摇。那因为这样搓一搓、摇一摇，所以它基本上它的形状是会变。但是体积呢，确实会固定，所以这两个都是200毫升，然后放在两桶就细细长长的，放在烧杯呢就肥肥短短，形状上面不一样，它体积是一样，从烧杯到两桶，从没有到烧杯，体积都一样，可是形状可以不一样，所以呢，因为它的活动空间比较大。好，不要，所以可以彼此这样子绕一绕、踩一踩、搓一搓，也要移动一下。所以呢，体积固定，但是形状固定。那变成气体的时候，就是各自奔逃，像这图上面显示的一样，各自奔逃。因为各自奔逃的关系，所以呢，体积没有固定，形状也没有固定。然后呢，因为这个奔逃的时候撞在那个气壁上，就让气壁产生压力。所以呢，就所谓的气压或者是大气压、力气压，所以就是这样，动蹦蹦蹦蹦。所以气体的体积不固定，形状也不固定、不固定，所以它气态、液态、气态不同。那么像这里的影片上所显示的一样，现在是固态，所以它基本上都装得好好的，所以呢，体积是固定的，形状也是固定的。加到熔点之后，它开始可以搓来搓去，来的就像那样绑得死死的，所以可以搓来搓去的时候，它的体积是固定的，是形状固定的。然后会加上沸点，它就会变成所谓的气态。看它各自奔逃，它们都会跑掉，各自奔逃，所以它体积没有固定，形状也没有固定。它后面这个就是加热曲线，是我们到热学才要讲，就跳过它。所以我们就整理起来，我们的物质有三态，那固态就是。体积固定，形状也固定。液态就是形状不固定，但是体积固定。气体就是两个都不固定。这是个很简单的小结论，跟你讲固态跟液态、气态的状况不同。OK 吗 ？OK。接着我们看什么因素会影响到物质是固态、液态或气态，就两个因素。温度跟压力，在不同的温度、不同的压力的状况之下，物质的状态会发生一些变化。国中大部分只谈到温度的影响，大部分只讲到温度，然后有什么融化、气化，都是因为温度影响。我们很少碰到压力对于状态的影响。那么就一些名词呢，看一看就好了，就是固体变成液体。冰化成水叫做融化，液态变成固态，水变成冰叫做凝固，液态变成气态，水变成水蒸气叫气化。气化有两种，一种叫蒸发，一种叫沸腾。然后从气态变成液态，直接气变成水叫做凝结。另外有一个是直接从固体变成气体的叫做升华，反过来叫做凝华。有一些人就把两个都叫升华，可是那不好，因为那就分不出来到底怎么回事，就是名词而已啊，凝结、凝固什么之类的。那么基本上要把空气是气体，要把它变成液体，那我们用所谓的低温、用高压。我们上课的时候说过了，
温度跟压力的作用通常是相反的，如果需要低温那就是要高压，如果需要高温那就是要低压，两个通常是相反的。那么低温高压的情况下，空气就会变成液态，淡蓝色的液体，然后呢再把它加热，就发现有东西会先挥发，有东西会后挥发，所以可以证明空气是一个混合物。那液化石油气也是利用高压，然后把我们的气态的丙烷液化成液态。这里只有写高压，没有写低温，为什么？因为液化石油气储存在室温的情况之下，所以它并没有所谓的低温，它就只有所谓的高压。那么基本上我们通常讲一个东西是固态、液态、气态，比如说你平常讲说水是液态的，这个铁是固态的，我们这个平常所说的状态是指的是常温常压下，常温就是25°C， 常压就是一大气压。刚刚跟你讲过了，不同的温度压力会出现不同的状态，像这样。我们平常的情况之下，0°C 的时候呢，水会结成冰，冰会变成水。但是假如你加了非常高的高压，加了2万多大气压，你会得到一个70几度的冰块。那冰块70几度还是冰，因为它的压力非常大。所以不同的温度、不同的压力会有不同的状态。平常说这个东西是固态、液态、气态，指的是它在常温、常压下的状态。常温是25°C， 常压是一大气压，就是跟各位简单的说一下那个影响到东西状态的因素。OK。